我把它设置成那个了，家人们，我把它设置成，今天咋的？好多打电话的家人们，好多打电话的，我把它设置成那个了，家人们。现在有声音吗，家人们？现在有没有声音？来，家人们告诉我，现在再买一部手机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现在有没有声音？因为我不太想揣两个手机，家人们，两个手机，因为我也不喜欢加包，家人们，我不喜欢加包过后，我总觉得身上兜里面揣着两个手机，感觉裤子都要掉下去了。欢迎晴儿娃，感谢晴儿娃送来的粉丝灯牌。恭喜王二妮升级咱们粉丝灯牌九级，咱们到了九级，咱们就可以加铁粉区了，好吧，家人们，今天往上算，咱一步步的在努力嘛，家人们。来，家人们打一波上人，咱们重新把人回到一千人啊，家人们，咱们先回到一千人，家人们。上人上人，我把我视线设置成静音了，就是任何人打不进来了。对，上人上人，欢迎超越，欢迎梦行言，咱们左上角没有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点亮一下灯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晚上好，朱杰，欢迎我朱杰。上人上人，家人们，再打电话过来我就生气了，这一晚上这么多电话呢。快双倍点赞，感谢小小乐，欢迎朱姐，感谢朱姐。感谢朱姐，感谢朱姐，咱们就点亮灯牌就行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就点亮一下灯牌就行了。谁给你打电话？头疼，家人们，什么叫头疼？感谢家人们送来的粉丝灯牌。来，咱们直播间1100人，一起再打一波上人。感谢朱姐，感谢朱姐，感谢朱姐。上人上人，没事没事，家人们，有什么事情都来，家人们，此时此刻没有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。努努力，让家人们看到什么？让家人们看到小易的成长，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的努力向前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来，家人们，此时此刻没有点亮灯牌的，咱们点亮一下，为咱们500人的铁粉群做准备。没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点亮一下灯牌。你今年丢了1亿，感谢小小乐，感谢小小乐，小小乐都7金灯牌了，再加把油就
升到九级了，进咱们铁粉群的大家庭，咱们有500个正能量的家人们，感谢超越，欢迎群英雄师队。再努努力，再努努力，我多播一波，家人们多送送灯牌，很快咱们500人的大家庭就组建好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感谢朱姐，以后我们走到哪里，灯牌为什么送不上？这里可以送，左上角萝卜干上车，不着急，家人们不着急。2亿，一个失忆，一个回忆，家人们，一个失忆，一个回忆。钵钵鸡，好吃吗？钵钵鸡好吃吗？家人们，咱们家人们有多少人拍过钵钵鸡的？还有不如意。悠悠岁月，你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，送送那个荧光棒，送送荧光棒，应该很快你就升了。送送荧光棒，很快就升了。就你们要在直播间多待一会儿，哪怕你们就挂在直播间里面多待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回头我把那个卖钵钵鸡的兄弟叫过来，再给家人们安排。哪怕咱们就在直播间挂着，慢慢升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可以点这个粉丝灯牌，你们可以看到，你们点这个小黄心，家人们。点这个小黄心就可以看到，哇，2000人了！点这个小黄心就可以去看到你们还有多久升级，家人们。来，2100人。哎，今天晚上这可以啊！今天咱们家人们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感谢虎妹送来的墨镜，感谢。那么阳光送来的荧光棒，来，家人们慢慢的回来了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来，继续打一波上人，家人们。来，家人们一起点点赞，咱们把人冲上去。现在10000多，咱们把赞点到10万。来，家人们一起点赞，把赞点到10万。感谢家人们。过几天嘛，家人们，过几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过几天。咱们一起把赞点到10万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新来的家人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感谢寻英雄师队。你们咋老天天追着我上萝卜干呀？你们都吃完了吗，家人们？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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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凤妹。欢迎凯哥通讯，来，家人们一起点赞，来，一人点几下，咱们把赞点到1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补钙奶粉，哎，之前我给家人们分享的那个驼奶，家人们有没有拍的？有没有家人们拍过那个驼奶的？那个号称啊、奶粉里面的黄金，你们觉得那个怎么样？咱们了解一下粉丝。今天老早就吃完了，我们回访一下家人们，觉得那个怎么样？如果觉得行的话，我长期给家人们分享，你们觉得那个行不行？
不好的东西我不会去给家人。感谢凯格通讯，不好的东西咱们我不给家人们分享。那个号称就是奶里面的黄金，想要绿茶，现在绿茶可贵了，500-600就差一点了，比牛奶好，比羊奶还要好，驼奶比羊奶比牛奶好好太多了。家人们觉得那个行不行？如果行的话，我可以给家人们分享分享。可以吗，家人们？你们说真心话，你们有之前有拍过的，你们告诉我可不可以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长期去给家人们分享；如果家人们觉得不行，那我就不给家人们去分享，好不好？好久喝酒，等几天吧，等几天吧。我明天我要去大凉山，明天要去一趟大凉山办点事儿。对，对对对，家人们，你们上一次我给家人们分享的那个，你们给一个真实的评价，你们觉得好我就给家人们分享，觉得不好我就不给家人们分享了。来，家人们打一波上人，人是崩塌了吗？距离崩塌还差一点点。是不是老板今天好帅，只是戴了个眼镜看直播的字幕，看字幕会相对来讲简轻松一点，然后眼睛没有那么累。家人们，必须是全驼奶粉，对，那个是全驼奶粉，没有加别的东西，那个是纯驼奶粉，比较金贵，比较稀缺。但是那个就是有点贵，家人们，那个就是有点贵。咱们现在是多少赞？咱们把赞先冲上去吧，家人们。来，家人们，此时此刻，家人们一起点赞，咱们把赞先冲到100,000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咱们先把赞先冲到100,000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晚上好，家人们，咱们左上角没点关注，家人们点点关注。左上角没点关注的家人们点点关注。左上角没点关注，家人们点点关注。感谢微笑的关注。咱们左上角没点关注，家人们点点关注，咱们慢慢慢慢的，这段时间我升不上去。你看看你点这里，朱姐，你看你点这里，看看还有多久升级。你点这个上面，它会提示你还差多少升级。朱姐，咱们目前有两个11级了，目前咱们家有两个升到11级了，你们点这个小黄心就可以看到还有多久升级，家人们。点这个小黄心就可以看到你们还有多久升级。
你们每天点亮点亮灯牌，点亮灯牌过后再送个那个荧光棒，基本把那个任务过了，把任务过了升级就很快，那个升级有任务。我快九级了，你在我的灯牌这里的灯牌是四级，恭喜曾经的我们升到七级了。其实如果家人们啊对电商有兴趣的，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做电商有兴趣的，咱们再招募500个，平时时间比较充裕的，500个多了，咱们招募50个平时时间比较充裕的人，大家一起来做电商啊，我来教你们。实现我在直播间讲的，我报名老板，好的好的，终于九级了。对，我想就是什么，带着家人们在互联网上玩的同时，能够一起做一点正事儿，是不是家人们？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，我也报名。我会把我所说的这些事情一点点的去兑现。感谢杨送来的灯牌，我们一步一步的壮大这个家庭。爱唱歌的姐，你能不能把灯牌点亮一下嘛？是不是？报名，灯牌点亮一下嘛？家人们也参与，对，我可以教家人们怎么去弄啊，包括给家人们提供好的货源，带着家人们在互联网上。但我不懂，要你指点，那肯定的，就是我把你们教会，坚持看着你直播。感谢曾经的我们，我是几级，天天开心五级。我想在抖音上面做一些，就是怎么了，我们在抖音上面玩的同时，还能够啊赚点米，这样的一个事情。上人，你找个女朋友，你们不要老说我找女朋友，你们我一说我找女朋友，就得挨骂。到时候鼓都要打掉，什么鼓都要打掉，家人们，你们又想我找个女孩子跟我一起直播，是不是？手都点麻了，感谢。我哪儿去找女朋友啊，家人们？感谢红玉瓶送来的棒棒糖。哎呀，我太难了，家人们，太难了。我一个人播，你们觉得没意思。你们，我去找一个，你们不骂我吗，家人们？我找个助理怎么样嘛？找个女助理，你们同不同意？找个女助理嘛，咱不一定说是女朋友，咱们找个女助理行不行，家人们？男扮女装，我让我现在的司机扮个女的，那太为难他了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咱们家人们批不批准？来告诉我，家人们，咱们找我找个女助理，到时候租一个女朋友。家人们先说批不批准，你们不批准我就不找啊，家人们。有才艺的女助理。批不批准，家人们？那这样，家人们，我找个女助理，但是家人们一起面试啊，家人们，行不行？家人们一起面试，找个你们喜欢的，不是我喜欢的啊，家人们，
咱们这样行不行？我找一个你们来面试，就是比如说我面有一个来报名的，然后我就把他邀请到直播间来，家人们面试，家人们说行，我就把他留下来；家人们说不行，那就不要。这个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咱们先说好，找个真助理，那找个女朋友都要粉丝喜欢，找个助理不找女朋友，咱们就。我就到时候对外招聘，找一个来辅助我的，找个家人们说要有才艺的，给你找女朋友，我们做决定，找助理不找女朋友，不找女朋友，找个人招家人们喜欢的，行不行？我现在不找女朋友。先是女助理，先后就是女朋友。女助理是女助理，女朋友是女朋友。找到又表白，在一个坑里面跌倒过了过后，难道我还要在另外一个坑里面跌倒吗？那不能，家人们，那不能。这是我给你家人们放一下我老大哥的歌。一的女孩不敢来，你长得又不帅，谁喜欢你？对啊，谁喜欢我？那咱们就说好了，你们别到时候啊，家人们，我先你们来面试啊，家人们。找个女助理可以，明天我就让人事找，然后家人们就面试啊，家人们来面试。我得好好张罗这事儿。然后把这个歌放大一声一点，这就是我老大哥的歌。这个声音熟悉吗，家人们？这个声音熟悉吗？这是我北京老大哥的歌，他自己唱的。找助理不是找女朋友，找你们不要去带节奏嘛，找个助理就凭对善龙的歌。但是我先说好，找个女助理，你别回头让我又去什么这样那样的啊，家人们，你们这样的话我就不干。善哥的声音还挺好听，是吧？找个小姑娘，直播人多，反正家人们面试嘛，家人们你们来面试，你们觉得行啊，我就留下，你们觉得不行的我就 pass 啊，家人们。不要问为什么，家人们，你们再问的话我压力好大呀。
你们有没有介绍的吗？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介绍的？有没有介绍的？向阿伟找个二妹，流量多，感谢感谢荣宁，感谢你们支持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先说支持啊，你们不要到时候又骂我啊，家人们，我都被骂出阴影面积了，就是一道数学题，然后题目骂一种，然后答问题是求一种的心理阴影面积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到时候家人们给我出一道数学题，就是求一种的心理阴影面积。那我也知错就改啊，家人们，我也知错就改，你们就不骂我了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黑粉又得骂你。一加一等于二。你们不要再折节奏嘛，家人们。一加一等于三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一天天的，你们就知道责怪我，那我有什么办法吗？家人们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没有什么办法。你说我有什么办法？是不是家人们？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一点招都没有。求歌名，这首歌他得会员，那一场雪，家人们，那一场雪，善良唱的歌，好像得会员才能听。对啊，才几百人怎么办呢？来，咱们把那一场雪打在公屏上，就是你们想要问什么歌的，家人们。那一场雪，对，那一场雪，那一场雪，对，那一场雪。家人们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证明家人们我是可以的，家人们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证明我是可以的。恭喜暖心一读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证明给家人们看我是可以的，值得家人们认可支持的，好不好家人们？家人们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证明我是可以的啊，家人们。因为最近我要把手里面的这些事情、这些工作安排安排，对接对接，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到直播中，怎么证明？我用行动去证明。来，此时此刻，咱们左上角没有点关注，家人们，来留下一个识别能证明一切。对，咱们左上角没有点关注，家人们，左上角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左上角没有点关注，家人们点点关注。湖南不去了吗？我现在在找家人们，我现在在招人，招人把我手里面这些，手里面的这些事儿给安排安排了过后，我全身心的投入到互联网工作中。感谢玛丽送来的人气票，感谢玛丽阿姨。一点点的调整嘛，家人们，都被你骗害怕了。家人们，我骗过你们什么？是不是？有些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
家人们喜欢看我直播。因为现在的话，因为前面这些事情属实整的有点难受，有点焦灼。但是呢家人们，我相信慢慢走出来了就好了，是不是家人们？翻篇了啊家人们，翻篇了，这个事儿翻篇了啊家人们，这个事儿先翻篇，一切会好起来的。是的是的是的，咱们新来的家人们，左上角没点关注的，没点关注的家人们，咱们点点关注，家人们。新来的家人们，左上角没点关注的，咱们左上角点点关注。我看看还有什么好听的歌给家人们放。时间会冲淡一切，对，时间也会证明一切。家人们，你看我以前喜欢听的歌就是这些，这全是我以前喜欢听的歌。别自己好听，下一首我们就放别自己啊，家人们。我以前就喜欢听这种。就分开，我把车窗都掉下来。我们现在是一步一步先跌入谷底，然后家人们见证我如何从谷底爬起来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现在先跌入谷底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咱们爬起来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说他对你温柔疼爱，你说我是学不来，怪我没把爱说出来。你哭笑着分开，你给的伤害，两只蝴蝶，帅了不少，是吧？欢迎欢迎欢迎，仙女，我的爱从没有离开。是不是减肥了？我准备减肥，准备减个20斤下来。来，没左上角没有点亮灯牌，家人们，咱们左上角点亮一下灯牌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一种帅到天花板了，家人们给的评价太高了，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，一点一点的啊。你说他对你问，唱一首看你怎么说。我不会，故事精彩，你说他对你温柔疼爱，我想我是学不来，怪我没把爱说出来。对，我眼睛显年轻，我相信，我也相信我自己会好起来的，家人们，我相信我们会。拉木的不如见一面，我的爱从没有离开，初心相爱总会有无奈，分手的愉快让我只能挥手说拜拜。这些歌我唱不了，家人们，我这个嗓子唱不了这些歌。你看起来就是衣服不招人喜欢，我白色的 T 恤，家人们，白色的 T 恤，我还有一个外套，但是现在天儿有点热，我就把外套给放下来了。我现在找了个小房间，一点点的去收拾。每次去酒庄直播的话还有点远，我住的地方到酒庄的话开车得半个多小时。
减肥减肥，对，我慢慢减嘛，家人们，欢迎周姐，慢慢减，慢慢减，慢慢减。这样也挺帅啊，是不是？你在哪里啊？喂，你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海南。我知道你在海南，你在海南哪里啊？现在在工厂里面吗？对呀，在仓库。你把你的那些给家人们看看。啊。你把你海南的那些什么什么叮叮当当的这个那个的，我就跟你说，我海南这边芒果看到没有，芒果很多，看到没有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，芒果这么大一个的，看到没有，对，是不是啊？全部在这打包，这么大一个的，看到没有，过秤，甜的都是海南姐姐吗？漂不漂亮，你说我们这些芒果漂不漂亮，全部给你，对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，他在啊，你在海南哪里啊？我在海南三亚。三亚。对呀、啊。这两个腹肌汉，一天天的你们，啊、这咱们一连麦，粉丝就打两个腹肌汉，打。啊！我说我们两个连麦，粉丝打两个负心汉。首先我不是负心汉啊，你不要乱说啊！我怎么是负心汉呢？不是我说的粉丝说的。啊！我不是负心汉，人家说的是你，不是说的不是我。哈哈哈哈哈！是不是？你啥时候卖完芒果就来认识我嘛？啊！两个父亲这一天天的咋不去带这样的节奏吗，家人们？那我挂了，一天到晚的，你那我挂了。我是想说让你看，让家人们看看你那些东西，然后家人们如果 有喜欢的，然后去你直播间啊。你直播间的人一天到晚的都骂你是父亲汉了，他还会来我直播间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都说你是负心汉了还来我直播间吗？我不是负心汉，你才是负心汉，你一天天的啥？我是负心汉，要当负心汉也是你是负心汉，那为什么我是负心汉？我不是。我也不是啊。行，我到时候跟你再聊吧，好不好？行那聊吧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好的好的，家人们没给他点关，向你们点关注的点关注，感谢啊，感谢去老巷直播间，家人们，谢谢啊，去老巷直播间，你们要去老巷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谢谢啊，感谢对面的漂亮姐姐，祝你们长命百岁，越来越开心，感谢你们给我点的关注，谢谢你们，对面的姐姐们啊，欢迎木木，你要不要上来聊两句啊，木木？行，我先那个吧，好不好？你先走，木木能不能上来聊聊？我们聊两句吗？行吧，哎，你要不要上来？咱们聊两句。眼镜不错，家人们，我是问你要不要上来聊两句，什么眼镜不错，一天到晚的说净说些黑话，我不去，我控制不住怼你，你先上来你就控制嘛，是不是？你控制就不怼我了，是不是？快点上来聊两句嘛，让我的粉丝认识你。啥时候我跟老向来东北把你接回去？来
来接你去了。这是什么眼镜？这是朋友送的，朋友送的，然后送的镜框，然后我金丝马去配的镜，这个镜片是我自己配的，镜框是朋友送的。这幕布跑了，一天到晚的，让你上来聊两句你就跑。没事，咱们家就是别人怎么骂咱们没事，我们不去骂别人就行了，是吧，家人们？别人怎么骂我都没事，我们不去骂别人就行了。咱们就是以前我也喜欢说的一句话，什么？别人怎么对我是因果，我怎么对别人是什么呢？是修行。家人们，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别人怎么对我是什么？别人怎么对我是因果，我怎么对别人是。